先去打大白鲨好了，我拉了皮。嗯，这台比较不好。莱姆九一百五，塔五十，可是他没有钢铁，我觉得就是选有钢铁的，而且最好是破百的那种，打那种 CP 值比较高。 狂怒号、木头跟布料，木头其实也可以啊。这台可以打，其实。他说想先打白鲨，这一台，这台好像也是军舰，莱姆球一百，来毁灭号。哎呀！ 大白鲨喽，直升物中无法活动，击败。妈的，撞你啦！ 列船撞我屁股，列船打屁股，瞄准，嘿嘿，瞄准，瞄瞄火筒，错，嘣嘣，火筒攻击。 打一只，哎，就你了，好，刚刚好，可以修个船，打到了一些船员。 爆嘞！莫名其妙自己爆，两艘都来了。啊！我操！啊！哈哈。 看实况长知识。
不知道谁的我，我乱轰了说。我船员跳过去光打，每次都打死自己船员。他刚走，他刚走，自己一个人升天，向着天空射精。你是阿良良木？哦，这有55钢铁。那说安安，好，他爆了，有够烂的。还有裂船，嗯，穿过去了，这好像那种打水球游戏。这是自己的做，果断不上船。噔噔噔噔，哎，我有55钢铁，更低的奖赏等群山等级，猎船一直来追你很烦，那就好。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去抓大白鲨，抓大白鲨。这台是什么？一堆莱姆酒。奥丁好，哎，好帅。Let's hunt, lads.Let's hunt, lads. Hello, we meet again. There's our prey. Secure the rope. He's off. Yes. Yes. There. No.Damn it! Any sighting? No! Damn it! He's gonna sink us! 看，不愧是大白鲨，这么杀气哦。There he is! Larboard bow! Hold tight, lads!射不到。超会的。We've lost him. Where is it? 鲨鱼咬一口。Larboard bow. 哦，干。Hold on. That's one nasty fish. 这只有够凶残。Forward, forward.Got him, Captain! Hang tight!天啊，好难打啊，超会晃，超级走位。
Freezer! 白金还比较好打，白金超大只，妈这个有够会。Hold fast! 二干，有我打到，我打到。Hold tight, man! He likes us, Captain! Philip is dead! 这也太猛。超级大白鲨。Well done, Captain. Well done. 用鱼叉杀死每种水中动物。Well done. Well done. 嗯，没有这个。哦，钢铁105军舰，我上它。Oh, many body, oh, many body.我船员莫名其妙多了一大堆，一定是我人太好，免费船员。那好难靠近，又要消灭旗子，就消灭旗子是件麻烦的事情。啊，两个指挥官站在那么高的地方，这么开心是找死。啊，还真的死了，干，这就是指挥官。妈，难怪我这应该不只是台湾军人的问题，军人应该都会变这样。然后指挥官站在一起，高举双手。哦耶耶耶！砰！无法理解。哦，朝脸这样打一下，哦，别打了，干！看戏哥，看戏哥被踢死。旁边这个在干嘛啦？我在砍着你，在那边王者降临，你有病吗？就很好玩了哟。有没有那么低呢？
我船员如果都这种德性，我觉得他们被风狗浪卷走就算了，多卷几个。船长不跳海，直接上陆地。TP 也差八个，在八个宝箱全满。我想大家看皇家护卫队，是不是觉得很好玩？大家看好了，可是我的破击炮好像快没了、欸，我破击炮应该轰到剩一点。破击炮没了就很麻烦，破击炮还有16颗，哎、欸，也还好嘛。皇家护卫队，杀杀杀杀杀杀杀！这个是什么？护卫舰温福号。杀杀杀杀杀杀！救了一个船员。Chicky Chicky， 哈哈。看他几等，他妈也才29而已啊，是有很强吗？哇，这29，然后打了10000块，安安呐、啊！哎呀，啊，爆了！烂！皇家护卫舰，啊不就很皇家呢吼？安安，皇家护卫队，我来了！啊！哦，这个位置真漂亮。他为什么刚刚先弹拉近一点，然后再弹开？我要没子弹了。那好像那种就是游乐场的顶楼都会有那种小玩具，然后可以玩那个，玩那用水去打，用水枪去打那个炮弹。哎、欸，三小啊，为什么被他弄到快挂？哎、欸，没理由啊！你们躲来躲去，躲来躲去，然后就挂。
妈这死的超没理由哎，就挂了，洗白，再去打一次。布里亚林，哦，那边五烧哎，布里亚神波纳，布里亚迪亚林，神波纳。Cannon ready! Fire! She's vulnerable there! Fire! Look, Captain, a well-placed shot there! Here it comes! Ready to fire, sir! Fire! Fire! And full exposed, take the shot, sir! Ready to spit, sir! Fire! There, sir, good shot to Kribbler!打到一半先去上人家的小船。石原打五炮，他在干嘛呢？他在求神拜佛吧 ？No， 求求老天不要打我们的船，然后就爆了。我要报仇！哎呀，这次变成只要破坏那个就好了。砰砰，破坏了！石原打五炮。船长嘞，快跟我打！船长，我们见。好，有。干！他不是很呛。1000块，还蛮爽的。干嘛？
面还有。太远，麻烦。啊，自己撞船。战斗中转向，竟然没事了。好，没事就算了，不理他。好友范围天命，最致命的刺客中，目前在好友排名第四。第四名海贼。船长要以身作则啦！船长自己游过去啦！傻！乱了，跟，爆光光欸，你抢左边那个好了，反正那个也爆。那艘船上面有什么？木头38，拿来降那个好了，降那个猎杀的。靠近一点。Dragon to that doom。飒爽登场。打完了，我要抱抱。啊，金士顿，我到现在还没有去解主线。That's okay， 来解个海军契约。需要使船只瘫痪才可以登上它。超级渔夫。海军契约快结束喽，剩下四个，我就可以拿海军契约枪了。最棒的枪，麻烦白纸黑字。这是什么？找到英国海军勇气号，啊不就把勇气号打爆。How can I help you today?How can you get today? 刚才要吐我痰是不是？
耶！哦，这个买下去我就没钱。侧弦炮，回弦炮威力，好贵哦。火药筒威力，我觉得是最不用买的那个。不过它只要钱，所以没差。只要钱就可以先买。人家那种钢铁就麻烦，迫击炮也不用买，买个装甲好了，我要让我装甲更猛。哦，这还有300可以直接买，买了吧。侧弦炮更大。变更大船啦、啊！我现在有两个船轨了，两根直，我大一艘。进阶船身，大船。刚抢了一堆钢铁，超爽。勇气号是怎样？就一艘吗？真的就一艘，旁边有一大堆小船哎、欸，大开慢吧。嗯、现在不行。旁边有一堆大船，这要不要先打掉算了？欸、船蛮烂，从旁边绕。船级还早、哦，现在打不赢。还差一点，我要万事俱备的状况下去打他。钢铁130，钢铁130，砰！砰！烂仔！这炮有这么猛，这么远都打得到。打完招呼了，是时候上去跟他们讲谁是老大。那边又在王者降临，然后他们在打，开走开。怒踢一脚，干他怎么了？左下角那个是怎样？那个姿势也太炫了。耶，又弄烂了一艘船，换旁边那一艘。海军勇气号，勇气号在哪里、啊？里面才400多公尺，我就看不太到。
我看到了，看到了。先打个招呼，按按勇气好。干，怎么在这个时候？怎么在这个时候？哎哎，先登船，登船回避法。哎，好像也没有回避，有点痛。哎呦呦呦，登又回避了。大家可以放弃登船。这种暴风雨都会在中午抽来，然后我的船员超猛，现在也可以抛无限。哎，哎，哎，没打到。又可以修船。我想在那边等我，人真好。弱弱。Pull it down the hole. Pull it down the hole.安安呐、啊，太远。炸到自己船员，我在 指挥官跌倒，干！可以修船。
翻白纸黑字，2400块，有点少。OK， 这个也过了，然后呢？他有一大堆这种东西要翻了，高牛鲨，他就是打那个比较弱的船，然后他是看起来比较弱，实际上有点强的那种船，大白鲨。我感觉打一只大白鲨生我的衣服嘞，打一打好了。这样就先把一些小事情做一做，到时候解主线就超快，四处飞。现在就是靠大半夜在打一些无聊的东西，然后到时候下午破主线就快，你们就不会啰里吧嗦。看广告。Goodbye, very well.那么多船。Goodbye, very well. Good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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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y well.没有钢铁，烂。没有钢铁，强调一次，没有钢铁就不要打 ，CP 值太低。这游戏我觉得最重要就只有钢铁而已，啊，生一堆东西都要用钢铁，够烦。还有船现在变好帅啊，整个超华丽。Ready the whale boat, lads. Yeah. 我觉得我还蛮强的啦。不知道为什么打不太赢，应该说不知道为什么他还行。Tie it down. Tie it down. Hold tight, lads. It's a hit.See that, lads? He's gone. See anything yet? Watch out! Watch out! 没有中。That's one nasty fish. Forward! Forward! Got him, Captain. That's right. Tire yourself out. There.Good hit, Captain. The bastard's torn the rope. We don't see it. 要在高点，是瞄的位置。Look out! Starboard bow. Hawking, he's a slippery bastard. Hold tight, lad. Very bastard. 哦，超级甩尾回避。哦，又是超级甩尾回避。看这也太猛了。真的假的？我那时候，射下去的那瞬间，往旁边回，就是躲掉。是我的鱼叉啦 ！The beast is dead. All right. He's a monster. He's a monster. A great catch, Captain.这枪真的是太强了，我也这么觉得。好，然后现在就
看这到底有没有了、啊？他暗杀行动一直不出来，很怪，这跟主线有关系是不是？嗯，按住。我要去拿这个。我换衣服嘞，当渔夫好累啊！我想要当个普通的海贼就好了，平常就杀杀人，抢抢人家的房子，这样就好，无法自主外。鲨鱼猎人，爆皮，来 sexy 一下好了 ，sexy， 爆纹，帅，啊！我现在排名第二了，最富有的海盗中，干谁比我还有钱？为什么那边是警戒区域的？I'll be lost so, and he won't come worrying us no more. Oh, poor old man. We'll use the hair of his tail to sew our sails. 钢铁七十，雅典娜好，雅典娜骚骚，想上。Oh, poor old man. Drop him down. The Laringtide on land. Short sail. Get off the squall. Where the sharks will have his body. Who up top? Douse those men.还剩七个，辛苦拿碎片，终于获得回报。看我船好像变得太大了，现在很难上去。我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先把那种未知地的东西全部拿完，我再去改船，不然这样爬起来好累。哈哈哈。这里的哦，在这里麻烦，这边要从这个角度切进去比较快。真是烦。哦，船变好大一台啊！啊哈！啊！波利亚岛 star， 哦，这是什么？
哈！船长又跳海啦！雅典娜不见了，而且我眼里，我觉得宝箱比雅典娜还要性感 ，sexy 宝箱。哦，给我九发子弹，还有七个宝箱，我未知地就完成。就变比较高了一格。嗯，还跑反。刚刚是不是有一个在擦地板，我把它推开？可怜的小船员。Get the mainsails into the wind.船长这次不跳海啦！啊！好，还有六个，快结束了。社群宝箱，哎，什么社群宝箱？这里有个社群宝箱，哪里啊？外界的社群方式，好东西要跟好友分享。我是分享一哥，最喜欢分享。哦，妈也才1000多块而已，还好。社群把箱，解了一个成就。That's the head. 配个宝箱。I love you. 这只白金位置已分享给你好友，哪里有白金啊？莫名其妙的分享了一堆东西，我不知道在哪里、啊。东西的叫声，有有有有有有，
好，将这一区也完成了 ，complete。我现在很想把这个东西跑一跑，这个东西卡在这边就很讨厌。包含升级计划，把这个跑一跑。哎，可是主线还没到。主线到了就要这样全部绕一圈，这两个月最后放。好啦，要去金士顿啦。哎。该朝主线前进喽！我到那边要关喽，到那边可以自由活动的时候就不关。嘿！哇！果然的 mountain。呀啦！Yes, so bro. Call on that mountain. Yeah, la. Mountain. Oh. 超级精。来到金士顿喽！耶，金士顿 ，Kingston。啦啦啦啦啦！总觉得很熟悉耶，今天在这边一大堆东西。可以买衣服喽，耶！生命值升级完成，越来越多。还有一个红火火皮，就可以做猎人套装。我觉得猎人套装比暴皮套装还好看，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前面那个背带吧，这个还没开，然后把这些东西接起。牛沙皮、卷尾猴毛皮、黑色美洲豹皮，那些东西都接起。好啦，到这边啦，找个地方做记录哈，我这边可以救船员，救一下好了。You go on that ship for better or for worse if need be. You'll be swimming through your own innards. Thanks. Kenway, isn't it? I'm with you. Who is you? Kenway. 那把红火火就过去耶。应该怎么就两个尸体？没这个意思。我跑个点，别来开一个快速旅行点，在不被发现的状况下拯救人质。哈哈哈哈哈！好强啊，真的很强！哈哈，这个也很强！怎么那么好笑？看这个一刀死！
嘿，那怎么上不去？有人，怎么那么好笑？哎。金士顿好大哦，就三代的其中一个主场地。哦，这顶端这没东西。干嘛了？下去了。明天还要上班，还要去肥肥里。我想在家玩吃客。为什么那边会有一个狙击手？哦，他只是在空中而已。喂，哦哦，最后一个在这里，逃亡的黑奴刺客。那下次再一起接好了。懒了，旅行的商人主线，快速旅行在这里，我的船在这里，要船歌啊，然后一个有了没的仓库啊，类似。不过这地图好像，哎，我要看对，好像还有下面几位雷。一只猴猴啊，猴猴，只有来解这些。快速旅行以前的店，妈一个一个要去捡雷。金士顿，暗杀契约一大堆秘密啊，有的没的。酒馆宝箱有18个，怎么慢就捡？哎。暗杀契约，暗杀契约之前好像给过一堆哦，然后就是一个一个开就好。这好像很大，唉，我这礼拜是1、2、3，所以我明天也是要去，然后明天半夜也来开。我觉得明天半夜我就可以把金士顿收完了啦，收完应该就差不多，收完然后解个主线，我应该会先解这个啦，我要把衣服拿一拿，然后就没事，反正这边快速旅行有开就好，就很方便。我要去大伊那瓜，那是我们的据点。我要去我的那个。我要升级我的房子。藏宝图的宝藏有到就顺便去啊，他那个是你一定会到啦，因为他不会放在那种怪地方。有就有，顺便去拿就好，干嘛那么急？主要要开地图，我想把一个地图一个地图全部弄完。就有条件，有循序渐进，没有必要这么着急。为什么要这么着急呢？100%，明天是换班，反正就1、2、3啊，这个礼拜就1、2、3，没有别的东西。啊哈！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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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呀！哦，对吼，我可以花钱来升级耶，升级，我买个臭乞丐。啊，怎么了？看起来好烦恼，少年乞丐的烦恼。不需要当个有钱人，我要当个开心小子。我家现在很漂亮，这边好像就是康纳的据点，哦，不是康纳，那个肯威的据点。Still missing a little something。18000修缮一站庄一个花园，我是市长，我花18000修缮我的花园，我漂亮的花园的，棒棒。Now what could I add to make it perfect? Now what could I add to make it more, man? 40000盖一栋宾客屋，干你当我钱多到没地方花 ？No， 我现在有点穷。
插钥匙。插钥匙。插钥匙。还差最后一个，就在金斯顿可以解开，我就可以拿里面的衣服，就变圣殿骑士黑色长袍，也没有多煞气，就普通。40000块弄个包厢是要干什么？如果可以跟妓女在里面免费啪啪，那当然好。那如果不行，我做个屁啊！哦，这好像7000块可以招募船员，划一下。Been thinking, Captain. Why not build ourselves a grand old bonfire by the beach? The lads would be a better cheer if they had such a spot to let loose. 买了，免费雇佣团体。耶，有萤火了！是吗？就一群大男坐在那边喝酒，雇佣酒醉的海盗团体，完全免费。啊哈哈哈！花7000块可以免费雇佣海盗团体，我要玩两秒。就喜欢在大奶，可以坐着，大家一起玩。现在在唱歌的，我想玩那只鸟鸟了，起来啦！我想玩那只鸟。哦，这只鸟好兴奋！啊！不理我，算了。所以这边可以扩张，我让我买妓院就可以免费花，就是买那个舞者，然后买了这个烂萤火之后，就可以免费召唤那个酒醉的海盗团体，其实没什么屁用。看这真的很贵呢，海湾升级这边升级很漂亮，可以干嘛啦？就自己看爽了，是不是？神经病！杂货店看一下，好，这边有鸟鸟可以玩，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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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咕咕咕。我看这鸟好开心啊！海盗杂货店。卖个糖，卖个莱姆酒，这也不是可以买猎物吗？对啊，直接又买了就比较快。吼猴皮，可是红吼猴皮买得到吗？好像可以，5000块，白金超贵，白金要2万，白色美洲豹也很贵，6000。可是我觉得就买一买比较好，就省去一堆时间，妈还要去猎翻服装。多服装、弹药，那可以直接用买的。蓝蓝，那没差。枪组、枪、剑组、剑。所以呢，我现在要组嘛，看一下制作。暴吹一件，只剩一点点而已啊！买一个红吼猴皮，然后买大白鲨骨，干脆买一买好，我也懒得去打。卷尾猴跟牛鲨，看一下，可用，这样比较快。两个牛鲨，一个卷尾猴，一个黑色美洲豹，一个两个大白鲨。好恶心，然后买大白鲨，好贵，大白鲨2750。大白鲨看起来真的很大白鲨。再买个红猴猴皮，真他妈不想买，但是对自己可以卖5000块很惊讶啊！啊，5000块，有过不想买的。
猎人套装，帅帅。然后买，把崔健买一买，昏迷崔健，整装待发。制作猎人套装就可以拿到这个他这个成就，整装待发，还有两个牛沙跟一个黑色美洲豹，这买一买了，烂死。牛沙皮，牛沙皮，牛沙皮好贵哦！天哪，牛沙还蛮弱的。啊，算了算了，买一买，花钱了事，还是很烂。这米粥怪蛮帅。A pleasure， 帅帅。对，我觉得猎人比豹皮好看多了，比较干净。钱这种东西很好赚，这游戏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素材，钱就其次。钢铁木头那个最难搞。好，这样就完美用成，这个要等标件给了才可以用，到时候再弄就好，不急这个。就完就没了，老实讲，这已经完全升级完毕。就穿猎人套装，看我的黄金对剑，然后还穿过我的大腿，好痛啊！哦，好痛啊！肯威现在要插自己 ，Let's so hurt，Let's so hurt。我插自己，哦、oh, ，That's really hurt。好，去快速旅行吧，休息吧，还蛮帅的、啊，简单有力，好像老鹰。可能就不像个海贼了，是比较像个打猎的。好，我还是觉得他原本的那一套就是预设装最帅，到时候拿那个圣殿骑士装看有没有比较好看、啊。如果没有就换预设，我还是觉得预设最好看。好，结束。死去。442118，这个到底在哪里？这里，这个，就旁边而已嘛。我还有一堆藏宝图没拿到哎、欸，我要金士顿有没有藏宝图？我觉得金士顿应该会有一堆藏宝图，光是这边应该就会有两，这边应该也会有两。猎杀圣殿，安东，暗杀契约，海军契约快跑完嘞，我剩三个海军契约就结束了。暗杀呢？金士顿契约，我还剩一堆，不配当兄弟。嗯，这可以看。哈瓦那、纽波恩、科罗萨尔在旁边。大开曼岛，我、哦、还有一个我没看到。眼尖他那现在看不到，就是安敦、逃亡的黑奴刺客、爱德华与刺客大师安东碰面，并通知他圣殿骑士日益严重的威胁。哦，兄弟，收集品。次要地点，支线行动，你啥小？哦，这可以看嘞、欸，金克罗，金克拉，
萨拉尼拉，这个是什么？恶魔之眼洞穴，还真要晒。斑点玛雅石碑，哦，对，还有玛雅石碑套装，那个我觉得还蛮帅。到时候应该会穿那一套吧，因为防子弹方便。埋葬的宝藏还有十个，加上手上的还有九个。好了，主线主线才解到第五关，血域猎物。那反而我支线解了超级多，像现在才49%，我今天玩了这样一个区域才解了49%，应该说多了1%，烂。狂暴吹剑，他不能够直接一次买多一点的，狂暴吹剑。狂暴吹剑。他干嘛不一直让我做多一点？那边一个一个狂暴吹剑，看了就讨人厌。他说是标带。好了，就这样吧。布好多。我就不跟他去买那个东西了，升级没买，所以就不会升级。到时候钱太多再买。好了，狂暴吹剑，莫名其妙的设定，狂暴吹剑。到时候全部我会跑这个 DLC， 女刺客艾弗里，艾弗里。可是那个艾弗里，她不是有出现在康纳任务中吗？看她是活了多久，也太可怕了。还是另外一个时空而已，不知道，完了才会清楚。谁？结束了，关了，看广告了，耶。哎呀，明天上完班就可以大玩特玩了。我觉得这周末我就可以把它破了，大概吧，希望。I hope。被海神王打死啦！那，好了，关了，再见。